你早，早上的9:31分，那么记者的位置在协天宫，跟我们关圣帝君啊参拜祈福了。那么感恩感谢关圣帝君及协天宫的周参将军、官兵、太子、众神们啊，保佑我们上个礼拜啊5次中3次啊，感恩感谢。非常感恩感谢啊，我们关圣帝君。那么还没有吃红的人，寄钱的来，你赶快要寄来。我们每天啊，关圣帝君是下个月的，下个月的吗？过圣诞，那么下这个月是，还有就观世音菩萨圣诞。谢谢，请协天宫的关圣帝君继续保佑记者。燕国龙先生及所带领的539会员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阖家平安。祈求这个礼拜，然后539人继续中奖，感恩感谢，希望今天开户。